只会觉得说，天哪，你不，你到底要怎么唱？风一直吹，一直手哪里拿不稳，所以我们都要上侧的唱啊。哦，你有换方式就对了，就要顺风这样子。顺风。那你那个发胶有喷这多罐吗？因为风很强。所以有。发胶是喷了几罐？就应该有半瓶嘛，应该。我们差一点就想说要去买那个阿妈在用的那一种。那很高哦。胶水，它叫胶水。胶水。昨天那个小那个红蜘蛛跑进去就跑不出来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照底皮啊呢？你是不是照底皮？”好像还在吗？现在还在吗？都洗掉。宝姐说这个地方的那个稻穗不要轻易的去摘。然后我想说，他、地上刚好三扣，就放在身上。因为人家说身上放米或是放一些盐巴，其实是去邪，对，去吉避凶这样。然后我就拿出来说：“我刚刚才讲说不要。”说没有，是我在地上拿的啦。我出道14年以来，应该没有遇过的状况。是差点被风吹走了吗？超大的，而且那个雨，你像台风的雨，就是台风吧。然后工作人员他们很有爱。你说旁边这位也是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他有照片，他有照片啊。他是调他，我是调他。主角。你会风吹到跌倒吗？没有到跌倒，可是你会站不稳的那一种。站不稳，极大。就是我觉得完蛋，会不会演出可能就会紧张哎？其实会，因为重点是我们的麦克风都想说这个声音打出去，那个风一吹可能就散掉了。对，所以昨天导演一直跟我们，前天导演一直说唱歌尽量不要去拉麦克风，因为可能声音就会散掉。对，它会影响到吗？不会影响，其实会影响，而且风一直吹，一直手哪里拿不稳，然后。风一直在你的喉咙里面这样吹，其实也会很干。倒灌到对，温度倒灌喉咙，倒灌喉咙，所以我们都要上侧的唱啊。你有换方式就对了，就要顺风这样子。顺风，顺风，顺风唱。它造型什么的有被吹乱吗？自己昨天还好哎，昨天啊，可是昨天下半场，姐的后面真的就是开始下大雨。对，所以他的那个刘海都已经飞到这边来了。有看到，有人看到照片就是飞到这边来了。那你还好，你刚好没有遇到那个大雨的时候。哎，好险！哦，逃过一劫。但是就是微微的有小雨啦，但是也不会影响到。那你是有什么一个护嗓的方式吗？因为毕竟在这种这么不太……我跟你讲，来池上就是护嗓最好的方式，因为你睡得好。哦。完全没压力，就释放。爸妈有一起来吗？我妈今天来。哦，妈，很幸运。所以妈是你的晴天娃娃。哦，妈妈是晴天娃娃。然后挑眉是怎样？会不会太可爱？她是我的洗衣机，不是我的晴天娃娃。妈妈是洗衣机。你那时候才刚工作不大，觉得那个脑海跑马灯。脑海跑马灯哦，我只会觉得说天哪，你不。这到底要怎么唱？因为之前好像是听说没有这样子的风雨状况，只有今年还有这样子。我想说，对啦，这个就是大自然以用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嘛。对，那我们就是既来之则安之，就是都到这边，就是随着它去吧。对。那你那个发胶有喷这多罐吗？因为风很强。昨天有，昨天那个小那个红蜘蛛跑进去又跑不出来了。哦，这个红蜘蛛假的，因为好像这边有比较多那种小蜘蛛，小虫吗？对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照底皮啊，那，你是不是照底皮？”哎，有，他现在还在吗？现在还在吗？洗掉，放生的吗？放生，放生是有跑进喉咙吗？就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好，只有雨水。那你发胶是喷了几罐？就应该有半瓶嘛，应该。我们差一点就想说要去买那个阿妈在用的那一种，那很高哦，胶水，它叫胶水。算发胶吧，它也是一种喷雾，它是它更定型，定型的，它就是雨，对，它连雨怎么样它都不会变形的那一种。昨天要喝我约我喝鸡酒那个阿姨，她就是喷那一种。哦，真的。哦，那以后叫她表演试胶给那个。是我跟你交换的。她说我这三缸没剩啊嘞。结果你真的没有喝到鸡酒。没有。因为我怕会锁喉，对，很难得哎，在地的啤酒。阿姨，感觉很好。我觉得冰箱里面都是酒。对。你后来有去阿姨家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们就去吃饭。然后刚好那个老板是一样跟我旗山人。对，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会来这边工作，是因为神明叫他回来。就是很猎奇的一个聊天的那个过程。相谈甚欢。相谈甚欢，很开心。
热情包围的。有哎，昨天跟那个警卫阿姨，就是在帮我控管那个阿姨，我们聊了差不多快要20分钟。真的假的？然后我说啊，我就在那边跟他聊天了。他说你觉得你来慈善感觉怎么样？我采访你耶。他说很好啊，阿姨你是哪里人？啊，我是新竹，将来这边的。我说哦，就刚才聊一些生活的一些小事情。哦。那你来的路上有收到土石流的警报吗？没有，我们有收到哎、我们坐火车一直收到哎、收到三次，不同天对，不同天，但是花莲没有想法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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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妈妈是洗衣机啊？所以她要帮你帮你洗衣服，她都帮我洗衣服，因为我很懒得洗衣服，啊内裤会也顺便帮你洗，因为她从小洗到大，哦，而且还是帮你洗内裤。还有洗衣机啦，哦，不用去洗，太热了，不是新手洗，你说在哪个手洗？我没有，没有在哪个，进洗衣机里，吓坏，吓炸了，吓死，哎，澄清一下，这样你等于是实境节目，你拍到一半就先过来，再这样，再开始动作这样，你会不会体力上会不会难以负荷？因为其实那个。实境节目很累，来这边是放松，嗯，而且这边饭店睡得很好，真的好舒服。对，夜店是真的日本吗？对，而且也没有猫吵啊，你不会想猫哦？会想啊，可是就觉得啊，赚到了4天不用被猫吵了，不用铲猫屎。对，所以去录实境节目，当来这里会不会很想要下去收割？看到了，收割什么？没有，所以宝姐就说，宝姐说这个地方的那个稻穗不要轻易的去摘。然后我想说，啊，地上刚好三扣，就放在身上。因为人家说身上放米或者是放一些盐巴，其实是驱邪，对，驱邪避凶这样。然后我就拿出来，说我刚刚才讲说不要。说没有，是我在地上拿的啦。我没办法。对，阿宝姐。亏啊！要亏。为什么？他一开始他就说我们这边的稻穗大家都不要去摘，他怕你以为你去摘，对，就捡地上落地落的，马上就去摘，所以大家看出来，是不是他口袋有三颗了？好委屈，我捡的啦，不是啊，因为我想说我要介绍一下，分钟讲变小恶魔哎，那个就是万圣节的一个，大家提早过万圣节嘛，其实我不会太在意他们。说衣服怎么样？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，总不肯万，就是我觉得金钟奖其实就是一个很包罗万象的，你就是要穿着你自己的风格。啊，我觉得说金钟，那个万圣节要到了，就跟大家一起过过，提早过万圣节。哎，听到有什么网友声音？我们家的吗？有看到啦，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太在意这个事情，因为不太在意也没用。对，而且我只要相信我的造型师就好。那衣服是你自己？决定说要穿，他拿5套来，我就说我要这一套，而其他4套是一件中型吗？一件中型，时装哦，都是一般时装，对我一般会穿的衣服。可是我觉得你到这个地方，而且我跟 Max 他们一起，对啊，合作，我觉得就是要挑出不一样。